玩什么东西哇，啊？你这样子直笑。接接触更热了，温差更大，直接接触不是比因较为可以蒸发吗？它是冰的，啊，外面空气是热的，啊，冰的跟冷的交界就会变成冷凝水了，好吗？就会有水滴了，就跟冷车子冷外面冰，很热，然后你里面很可是冷。如果冷气不是除湿吗？所以你如果闷都在里面，那、啊、它凝结，它湿就永远都在里面呢。啊，我们刚才讲的，你听得懂吗？他懂，只是他也有他的想法。如果你把它整个都打开，你它是就不是是因为就会他，整个？就是他是很冰的啊，外面是很热的，马上就凝结成水滴了啊你！你放一盆水在那边，让你开除湿机开一天，它会除得干，很快它就干了，它来不及干呢啊！啊你产生的水滴更多啊，懂吗？那、啊、它有产生那么快啊？那、啊、你自己来看啊，就在。